最后的歌曲一级棒，好好听的歌声陪伴所有的嘉宾共度一个轻松的我们的晚间时刻，来邀请我们的君君小姐安排一级棒送给大家，来个词语的给和平夜悄悄看头前的哦，谢谢我们好朋友再次热情洋溢的掌声鼓励哈、哦。是的、欸，我们雪姑娘刚出去玩回来了哈、哦。哎呀，你出去玩，你的宠物怎么办？宠物哦，家人顾啊。哦哦，对了哈、哦，猫猫这种好像就是也比较不会理人哦。啊，对啊，它可以自己就是自理，它、会把它自己用得很好，自己用得很好，就记得帮它倒饲料就好。哎、欸，我看最近有那个影片有没有？哎、欸，我好想你回去试看看，好吧？对，就买那个很小的鱼缸有没有？对，然后那个猫自己就会把自己要软骨功有没有？挤进去，哎、欸，应该是说他们会一个小空间，他们会喜欢窝在一个。对啊，那个鱼缸很小，他们有办法挤进去。嘿，喜伯克林，哎，太奇葩，问到要看多少？你们家的增肥了？哎、欸，对啊，对啊。哎、欸，我们家的狗狗最近学坏了。嘿，我想不到狗狗也会这样哎、欸。哟，真的。跟人一样呢，嘿，买是会学派去呢，学派吼，真的啊，像那个对这人袂爽有无？嘿，哎、欸、对，哎、欸，我们就想要怎样，你知道吗？嘿，就想要扎小人，哎呦，但是现在没有，我都想要扎本人，扎本人，喂，哎、欸，你知道我们家狗狗多坏吗？嘿，我正在吃东西，哟，结果呢，它就朝我们家的那个楼下大门，你背你来无？哟，背个最凶的，嘿，然后我就想说奇怪，是不是有人来？哟，我就背起来去看。嘿，结果回来的时候，
发觉我的汉堡不见了，好聪明哦！哎，你就跳哎呀？什么叫跳哎？你就跳哎呢？不是太过分了吗？没不捏下来，你想跳你卖假哈子啦！我们家狗狗学坏了啊！来，光镜啊，那我们君君啊，再来安排一首歌就好。哎，我们一首歌之后再为大家带来好看的辣妹秀哦。好，继续安排，请收哦，谢谢。来，参加这一首我们轻松国语歌曲。了解吗？你先说过你要来，为何一去不再来？小我如何在等待？小我如何在等待？我不需要你的爱，我带来喜欢的欢愉，我日夜都在期待，多么希望你回来陪伴我，我不分开。你先说过。别糟蹋嘞，我需要你的爱。希望你回来陪伴我永不分开，也许是我你要来在高铁啊，也许不在意爱，我给你高铁叫我如何在等待，他给你如何在等待，我不需要你的爱，啊你还受惊吓，受惊就会出人命啊。感谢欣赏请求捧场，谢谢。我好朋友几台真久啊，哈，细节关心也你可以。